好久不见。前几天蒙眼睛苹果，你们说应该蒙我的眼睛，而不是男朋友的。这个，我不是担心他害怕吗？嗯，也行，今天就蒙我的眼睛，牵男朋友头上的苹果。我只是没有看好了。完了，芭比 Q 帅不帅？哎，人呢？好久不见，可以看到我。